从第一颗蚩蛛破裂之时，这个局就开始了。弹指间，几回生死，原来都是你的阴谋。500年来，我与妖是受百姓敬重，那妖。 又为什么要承受被诛杀的宿命？妖有可恨，但残害妖尸、杀害百姓就一定是坏。我只是做了我最该做的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你不过是因为棋子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无论成败，都要放手一搏。出发！没什么可怕，什么善恶正邪？ 什么黑白对错？我是神，不死不灭，反阻我者，你们快走！狗儿，都得死！罪恶终将会被终结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一起上！我是相信人定胜天，若遇不公，神挡杀神。